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六面，啊，第十六面第二行，正心庄严故，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，成一切善法。 哎，这一条啊，前面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，这个最后一句“臣一切善法”，还是要讲一讲，三十七道品。 前面的三科啊，是我们修学的根本啊。无论学大乘、小乘，啊，贤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都不能够啊违背这一个原则啊。这个可以说是。 佛法教导的基础啊，根本法。第一个科目呢是四念处，我们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。四念处是教我们看破，而四正勤呢是教我们断我修善。 啊，四神族啊，是教我们放下。啊，如果不在这上奠定修行的根基，那么可以说呢，在佛法里面呢，是决定不能够入门的。啊，我们呢。 要常常啊，把这三颗记在心上，认真努力呀，将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这样啊，才能得受用。正情有四法，啊，这是。 这个四法呢，实在是善恶两边。已经生的这些握法，我们要反省，常常反省啊，已经在造作的，要立刻把它断掉。 还没有生的卧法，我们看到别人造物，看到了，啊，我现在还没有造，啊，要记住，决定不能够生，啊，这是卧法的两条正确。善法呢，已经生的善法，要让它增长，啊，继续不断努力。 去做，没有生的善法，要把它生起来，这是善的两条啊。那么，现能断除一切不善法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是握法的两条啊，断握的两条啊，有了效果了。 一切恶法就是不善法，通通能断除啊！啊，后面这一句成一切善法，这是善法的两条啊，也能落实了。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一部经。 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就是善恶标准啊，特别是这个舍善，初学入门太多了，我们记不住啊，也无从下手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这个法门，叫最初方便。 十条，身三口四意三，与这个十条相应的，这是善法；与这个十条不相应的，这是恶法。啊，身造杀盗淫这是恶法，啊口。 望于两习这个其余五口之我法，一贪嗔痴，这是我法,是我法啊。四正勤最初方便就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啊，这叫真的会用功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 用这个十条标准来修正啊，我的一定要断除，后不再造善的要念念增长。到什么时候成就一切善法呢？那就是这个经开端，世尊。 教导我们的昼夜常念善法啊，昼夜是不间断的、啊。心里头真有十善业道，常常放在心上啊。思维善法，这也是昼夜不断的思维善法。 思想上呢、啊，我们从早到晚，对人对事对物，都要以善来相待，啊，以实善来相待、啊。第三叫我们呢，昼夜观察一切善法。 这个观察是奉行啊。把你的存心，把你的思想落实在你生活行为当中，你才能成就一切善法。善法到了纯真圆满了，这个人就正。 无上菩提了啊！这是究竟圆满的福果，所以这一部经看起来是不长啊，表面上看到好像不起眼，它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在许多地方。 看到佛像，啊，特别是彩画的佛像，啊，佛像啊，在头部都有一个圆光，语言是圆满，啊，光是比较智慧啊。 智慧里面就包含着福德了，啊，我们赞叹佛，啊，说皈依佛二祖尊，啊，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就近圆满，这个光代表这个意思，啊，才画了这个光的上面呢，我们往往看到有三个字，啊，这三个字最常见的。 有梵文写的，也有中文写的，啊，在中国大陆上也看到有藏文写的，他、啊、的念法是“嗡阿吽”，啊，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十善业道，啊，嗡、嗯。 是身三善，阿、啊、是口四善，后是意三善。由此可知，十善业道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啊，究竟圆满。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。 佛教我们什么，就是教我们这个事情。啊，我们学佛怎么个学法呢？也就是学这十桩事情。啊，在佛门里面，大乘、小乘，国位有许许多多的差别。差别从哪里来的？ 你修学实善程度上不同，而分别出来的啊。我们今天学时尚。实在讲学的还不像啊。啊，这个自己认真反省一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不必问人呐、啊。 我心里头有没有实现？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想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？我们的心就不善了。这个念，这个心呢，跟实物相应了，跟实相不相应了。啊，那我们所想。 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造的，都是在受我这一边。啊，实善呢，不过是听说而已。听了自己也很欢喜，这就是自己有善根。欢喜为什么不能落实？为什么做不到？ 这是佛家讲的业障深重啊！诸位一定要晓得，这个业障麻烦呐！啊，业是造作，其心动念、思想、言行，这叫业。因为我们的业不善，我们造作的是十恶业。 啊，这是说老实话，只是我们食物业造的有轻重不同。啊，造的轻的有三山道，造的重的三国道。啊，我们确确实实啊，恶的念头多啊，善的念头少啊。 怎么样能够改变过来，让我们这个善念多于恶念，我们就有进步啊，通常一般人讲的是功夫得力，这要真干呐、啊，何、啊、以？ 那些声闻缘觉菩萨们都很认真努力在干啊！我们常常疏忽了，常常忘掉了。这个忘掉在佛法里叫失念啊，把这个善的念头失掉了，常常失念了 我吸气太重了啊！这个正是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：“言菩提众生，其心动念无不是罪也。”佛说的这些话不过分啊！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就知道了。 啊，所以觉悟从哪里觉悟起？我常常勉励同学们，从放弃自私自利做起。啊，学佛能不能齐如佛的境界？ 能不能入佛门？在大乘法里面，入佛门是什么人呢？粗性位的菩萨啊，是性里的粗性呢？我们今天没有得到。 啊，初心位的菩萨，称得上是个善人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。佛在经教里面讲，见是烦恼，他见惑断了。 三界八十八品贱货断了啊，这才入门啊！佛法里头小学一年级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个这个这个呃五十个位次大分十性位，十性位小学都谈不上啊，幼稚园呐。 社助是小学，社行是中学，社回向是大学，设地是研究所。我们这样分法，那我们连幼稚园的小小班都没有进去啊，他在门外了。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 啊，有什么自以为了不起的？啊，幼稚园小小班都没进去，在人家门外听课，不是正式学生呐、啊。正式的学生八十八瓶剑货断尽，剑货头一条生剑。 这个道理、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不明白。真正明白了之后，我们的惭愧心才升得起来，绝对不会再有功高我慢了，绝对不会再自以为是了。啊，想想比起这个佛家的修行人，比哪个都比不上。 断卧修善，从这个地方下手，这是根本，根本的根本。我们不在这上用功夫，这一生必定空过，啊，入不了门了。啊，幸亏。 佛有这个代业往生的法门，如果没有代业往生这个法门，可以说是举世之人一个也不能成就啊！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你都不会成就啊！啊，因为你我没有放下啊。 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菩萨是学生呐，啊，初信位的学生，幼稚园小小班的学生，他已经把我相放下了。 啊，还执着有个我，还执着有这是我所有的，你糟了！啊，那我们要放，从哪里放弃？先放我所有，这叫身外之物，比较容易啊！啊，身外之物，一切都不执着，绝对不放在心上。 这个放下，是讲心里头啊，不再执着了，啊，不再分别了，这就真的放下了，啊，世上没有妨碍，啊，所以华严到最后跟我们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啊，为什么世上无爱呢？ 四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哪里会产生障碍？障碍是分别、执着、妄想，这个东西是障碍。啊，你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。啊，然后在一切四法里面，你才随缘呢、啊。啊，你才得自在啊。 功夫要从这个地方用起。那么，什么叫一切善法呢？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这个叫一切善法。啊，与十善相应啊，十善是四啊，啊四。 对面有个理呀，理四八从理上去观察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也教给我们：观法如画，三美常寂。 这经文好啊，妙极了！观法如画，是般若智慧啊，失物要断，失善要修，断恶修善。 都是如幻如化，断我不执着断我，修善不执着修善，那你就不是幼稚园的学生了。啊，你至少已经提升到啊小学了，中学了，啊，你你不是十性位的菩萨了，你已经到十住十行了。 三昧常吉，就是永远保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觉啊。这个是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啊。你的常住真心常常现前啊，常住真心我们人人都有，非常可惜被业障啊。 蒙蔽了啊，障碍住了我们的常住真心，透不出来。啊，透出来是妄心。啊，所以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你要不用思真情，做不到。 肯定做不到，啊！一定要用四正勤。四正勤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念念都要提得起来。念头一起，立刻觉察到这个念念是善还是恶。如果是恶，赶快断；是善呢，要生起。 啊，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的，断恶修善都不执着。啊，般若经上讲的都不着相，好。啊，那你这个路子走的纯正，啊，大乘法里面讲你走的是中道，中道是菩萨道啊。啊。 断卧修善，如果有分别执着在里面，也好，也算不错。那不是菩萨道。有分别有执着呢，是人天善道。啊，无分别无执着是菩萨道，都是一桩事情，啊、嗯，做得到不不一样。 啊，有分别没有执着，那是走的二乘道，比人天道要高一等。啊，还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，差别在此地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这一条。 他的宗旨就是教导我们断恶修善、急功累德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